今天是10月20号，农历日子来到9月初8，冲煞属猪33岁的观众朋友，冲煞的方位是东方。今天的吉时在丑时跟辰时，适合祭祀。以上农民历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英国的圣安德鲁斯大学，他们的迎新方式很特别，那就是在校园里面玩一场泡沫大战，大家像是洗泡泡浴一样，而且这个。